但是他变金刚魔，他手里面超粗，然后就啪啪，然后去打敌人。欢迎来到我们一个最开心的三分钟假面骑士系列。我们今天是要带我们最新款的一个Zero One的这两款城市升华之钥。这一款的话是撕咬鲨鱼，这一款的话是拳击金刚。这两款我个人觉得这一款比较帅啊，我自己觉得。我觉得这个颜色配起来我就觉得有点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就帮大家撕下这两个，然后我们一样会插在便利上面，然后两个会交替插一次。那我们就来把它开箱一下吧。他们现在真的是包装越来越简洁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还会有用那个厚纸板固定，现在都没了。其实我觉得鲨鱼这颜色实体的配色不错看。我们现在听一下鲨鱼的音效。好，再来是金刚的。因为它是拳击金刚，它那个啪啪啪的感觉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造型设计的话，我觉得金刚的设计比较好一些。如果这两个比较一下，我个人比较喜欢金刚。那我们现在听完它基本音效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帮这两款插入你的腰带。我们第一款现在使用我们的射击升华器，好不好？我们让我们的不破来进一个变身。来，老样子。可爱啊，他干，你发现啊那个金刚的那个图像怎么那么可爱啊？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金刚形象非常非常好。以往他的战斗方式都是用枪嘛，但是他变金刚模式，他手里面超粗，然后就啪啪，然后去打敌人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金刚模式，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帅。然后呢，我们稍微以正常的方式变给大家看。我们再次测一下必杀技。再换另一个必杀技。好像那个胖曲，我就听起来很有 feel， 你知道吗？啪啪！再来换下面一位，我们就马上试上变声器。Zero One Trump。 他的音效好可爱啊！Kitty， 哇，好可爱啊！虽然外观没有很好看，我个人觉得那就是丑。可是问题是，我觉得他的音效很不错，我觉得好可爱啊，还蛮可爱。这是怎么说这两个这么可爱、啊？实测一下他的必杀技。他的大招音效我觉得非常非常 OK， 很帅，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。再擦一次。虽然今天介绍有点短，但是我们也介绍完这两款城市升华之钥。后续有推出新的城市升华之钥，我们一样会帮大家开箱一下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两款出起来，我发现这些出的好可爱啊，真的。这个是音效很可爱，它长得很丑。好，它不一定丑啊，有些人觉得它长得很帅，不然我等一下被喷。然后呢，这个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又可爱又实用。你看，哦，
远攻变近战，哦，得一秒呢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好，以上是我们这两款假面骑士第一叉的一个变身道具的一个开箱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把订阅、订阅、分享，每周每周收看，请准时看影片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Jump!